今天上午11时19分，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6号运载火箭成功将13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。此次发射的10颗 NewSat 遥感卫星由阿根廷卫星公司研制，这也是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首次执行整舰级的国际商业发射任务。卫星面向数字乡村、自然资源、防灾减灾等领域提供综合性遥感数据的采集和服务。